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第九：一道甚深，贤首菩萨寄诵第三首看起。如本去菩提，所有回向心，得如是刹土，众会即说法，一切诸佛刹，庄严喜圆满，随众生行义，如是见不同。在解答疑难之中啊，这又分为两段，这两首呢是第一段。清凉大师书里头说，总名随机建议，后面呢有六十句，辗转十一啊。在大疑难当中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，于中前记乐府第三首记，后记乐记，就是第四首偈，就九法界众生来说的啊。前面呢完全是由啊就佛果地上的来讲啊。我们看经文啊，还是先看呢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我把注解念一遍啊。前中啊，即随本意因，唯物回向，过得差别，故云如是。如是就是差别之意。略举十种三四啊，前面这个文殊菩萨举了十种四，那么在这首偈子里面就说了三个刹土，众会说法啊，就说了这三种事情，即随所化众生呢。而取佛土啊，我们就清凉大师的开示啊，细心来观察来体会啊。如本去菩提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清凉给我们解释的是随本意因啊，随本意因，本一切诸佛如来在因地，这个因地修行是本啊，每一位诸佛都曾经发过宏愿，无论发什么样的愿，
要把一切诸佛如来因地所发的愿呢，把它们总结归纳，就是四弘誓愿。啊，你看看，阿弥陀佛因地四十八愿，观世音菩萨因地十二愿。总不除四弘誓愿，所以四弘誓愿呢，是一切诸佛菩萨因地发愿的集大成啊，总不外乎啊这四句啊。第一个，你看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因为这一愿呢。这才有回向性啊！我们今天啊，无论修集什么样的功德，即使是念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啊，也是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呐！啊，念念不忘众生呐！啊，这个就是根本。啊，所以四弘誓愿称之为本愿呐！啊，我们今天学佛，有没有感应？有没有成就？愿是第一啊，许许多多的人学佛了，把这个本愿忘掉了啊。四弘誓愿天天念呢，天天念也不行，境界现前立刻就糊涂了啊！你看看，贪嗔痴慢，是非人我，啊，嫉妒障碍，常常现前呐。《弟子规》里面，实在讲有两句话很重要。道人善即是善，扬人恶即是恶啊。我们也听也读啊，可是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就喜欢批评人，心量则小，不能包容啊。你跟那愿相违背，那个愿是什么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愿多大，你这个心量多大了？真正是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！现在在面前怎么一个人都不能容纳啊！我们这样修佛能成就吗？不能成就啊！啊，刚才有一位同学拿了一个问题，他不是他问的，是台湾一个同学问题啊，他带来，我说正好明天我们解答问题，他说不行，他今天就要明天就要离开了啊。问的什么问题呢？问的受了菩萨戒不能吃，就做不到啊，还是一定要受。为什么呢？说受了戒之后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就是与佛结了缘了啊，来生来世啊，一定能够亲近善知识，还继续啊修行。啊，我说这个我没听说过。啊，那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只知道这个戒律是进行受来受的。啊，所以你每一生每一世都要重受。如果说一次受了，
以后生生世世就不再受了，大概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受戒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肯定过去学过佛，过去受过戒啊，那现在何必还要受三皈，还何必受五戒菩萨戒？不用了嘛！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啊，不晓得是什么人说的，佛经上没这个说法。啊，那么受戒不能持戒，决定堕地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破坏佛教形象啊？你受了三皈五戒，受了菩萨戒了，你还作恶啊？你还有贪嗔痴慢，你还有是非人我啊？那别人骂你，他不是骂你一个人呐，骂你就是骂佛、骂菩萨了，骂三宝啊。啊，你叫人造这种罪业，你不堕阿鼻地狱，谁堕阿鼻地狱啊？这个佛在戒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现在受戒很马虎啊，从前不一样啊。啊，从前这个三坛大戒，出家人三坛大戒不是一次受啊，是分三次。受戒之前你要学戒啊，换一句话说你都能做到了，哎，这才开始登坛受戒啊。我还没有做到啊，怎么感受啊？啊，受了决定要做到啊，做不到决定不能受。所以是在家的时候五戒可以分开来受的啊，五戒全受叫满分戒。啊，五戒当中有一条不能做，这一条不受，受四条，叫多分戒。啊，或者五戒里头我只有一条能做到，两条能做到，你就受一条，受一戒，受两戒，叫少分戒，这很如法了。啊，做不到不可以啊。啊，做不到的也能受的时候，佛教就全部崩溃了。啊，这还成什么教呢？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啊，你受过三皈，啊，那你是佛弟子，佛弟子人中的好人。啊，人天的好人，天人都尊敬你啊。啊，为什么尊敬你呢？你的德行，你的修持，令诸天对你尊敬。啊，你起心动念，聚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这是三皈依啊。如果你还有迷惑颠倒，还有邪知邪见，还有染污，染污就是烦恼啊，鬼神瞧不起你啊。啊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啊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所以学佛，学佛从到哪里学呢？经教里头学。啊，你不读经，你不学教，你到哪里去学佛？啊，佛不在世了，佛留下来的就是依教啊。我们能够依教奉行，这叫真学佛。啊，只学佛教这个形式。啊，而不学经教啊，就是没有内容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佛教就衰微，啊，令社会大众啊产生严重误会，从哪来的？就是有形式而没有
食指这样造成的。提起佛教的衰微，诸位都知道啊，自己也常常感觉到很痛心呐、啊。谁造的呢？我自己造的，我没做到吗？做不到，决定不能受。在这个地方讲的是，如本，做不到是你没有本呐。菩提是大觉，菩提是正觉。如本去菩提，这一句话了，就是把这个三皈依圆圆满满说出来。觉而不迷，我们要问，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觉还是迷？我们的思想。想法看法，我们是正还是邪？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造作是净还是染？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！所以六祖大师，你看在《坛经》里面教人：若真修道人呢？不见世间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相左啊。那个左就是往下堕落啊。你见到别人过失，常常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，你就往下堕落了。我在我们讲习里头常常讲啊，我们的清净心呢，不可以把别人的垃圾放在我们清净心里头。这个是愚痴到极处啊。我们的心只容纳承受啊别人的善，绝不把别人的恶放在心里头。这就对了。让自己的心修行，最重要修心嘛。我们的目标纯净纯善，净没有染污，善决定没有恶念，那我们自己要认真去反省，我这一天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恶念，有没有恶言，有没有说是非长短？别人有过，也不能说。说别人的过，人家知道的时候，记恨在心，他会报复你。这个罪小，这个罪不重。确实是有报，冤冤相报嘛，有的时候报得很残酷，一句话说得不当，惹了杀身之祸，还是小事，说人过失大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破坏佛教形象，佛菩萨的弟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？让人家对佛教产生反感，这个就是破坏佛教形象，这个堕阿鼻地狱，这个严重啊！所以你没有受过三皈五戒，你批评别人、说别人过失，你只有一种罪，就是冤冤相报的罪，你只有这一种。你如果受了三皈五戒的时候，你还批评别人、说别人过失的时候，你又加上一个破坏佛教形象的罪。破坏佛教形象，决定堕阿鼻地狱。
我跟同学们说过，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，我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大的享受，我得到了。我得到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心地清净善良，不记别人过失，人家怎么样恶意对我，我都对他感恩，我不会说他一句坏话，他做很多恶事我不说，我也不放在心上，我只记得他的善，我只记得他的好，我只赞叹他的善，赞叹他的好，我做到这一点了。没有学佛之前我不是这样的，我跟凡夫一样啊，天天造罪业。学佛之后把这个改掉了。我能够忍，我能够让，而且非常欢喜。没有一点难过。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没有破坏佛家的形象。而且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。我知道我们是代表佛教形象的。一定要给社会大众一个好的样子。人家看到是欢喜赞叹。赞叹我是赞叹三宝啊。赞叹佛法了。这个重要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你看，所有回向心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功德。这个功德完全是利益众生的，完全是利益正法了。回向机天天都要念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有口无心啊，所以那个回向机是白念了啊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我们有什么功德？心地清净是功德，心地善良是功德。赞叹别人的好事是功德，不说别人的恶事是功德，《弟子规》，我的眼目当中，是佛门最基本的戒律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无戒摄善做不到？没有《弟子规》的基础啊！如果从小学习了《弟子规》，无戒摄善不要教啊，全都做到了。念佛往生人。你看谭旭法师给我们说的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将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你仔细看他的行仪，无戒摄善他有没有做到？统统做到了。前几天我听说有个黄居士61岁往生的，4个多月前预知时至，
走的时候没有生病，果然是那一天走的。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弥陀经都不会念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走得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啊，再看他一生居家待人接物，哦，五戒十善弟子规统统做到了，一条都没有违反呢。啊，他在哪里学的呢？从小父母教的，老人教的。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他们当之无愧呀！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读经呢，经上善男子善女人，念这两句话的时候，自己心里想一想啊，我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？啊，如果我真的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今天一天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真的有功德啊？为什么呢？正法救助啊，利要有情啊，这就功德啊！我拿这个功德来庄严佛净土啊，这个回向偈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那具体说明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四重恩，第一个父母之恩，孝养父母。啊，老师的恩，奉师师长。啊，这个佛菩萨的恩是属于老师。啊，三宝是我们老师。奉师师长，奉师师长要依教修行啊，国家的恩，众生的恩，这四种啊。我们今天一天呢，我们有没有对这四个方面有没有东西报答？诸佛如来在因地里面时时刻刻他所修集的都能够做如是回向，他给我们做示范呢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凭良心去反省，我这一天有没有空过，能不能对得起父母，能不能对得起老师啊，能不能对得起佛菩萨，能不能对得起国家，能不能对得起人民。众生是人民啊，四种恩啊。我们如果自己思想见解偏斜啊，言语造作不当，怎么对得起啊？对父母来讲不孝啊，对师长来讲不敬啊，对国家来讲不忠啊，对人民来讲不义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插图啊，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天灾人祸啊，社会混乱不安 啊， 啊，这是我们今天
这种信心感得的呀。啊，众会，我们是今天的聚会，啊，不是像佛经上讲的六合敬啊，啊，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，有每个人看法，没有办法建立共识。为什么呢？个人都顾自己的利害，自己的得失，坚固的执着，啊，起心动念，尤其现在这个社会，要竞争，不竞争好像就不活不下去。啊，真正修道人活不下去也不竞争，宁死都不争。死了之后他升天了，天人不争。啊，谁想争呢？我道想争，地狱恶鬼那是争的很厉害的。啊，喜欢争的人的时候到那边去了。啊，不愿意竞争的人上面去了。物以类聚嘛。啊，为什么有的人升天，有的人堕地狱？啊，哪一类总是归哪一类。啊，没有人叫你去，自己去，是不是？感应道教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能想到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要对得起父母，要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佛菩萨，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人。啊，菩萨修行纯净纯善的，你看这个《十善业道经》最精彩的一段，这个开示经文不长啊。啊，我现在给《十善业道经》做了个解本，啊，总共只有516个字，比《弟子规》还少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我也把它做了个解本。他总共是讲了113桩事情，啊，我在里面选择了70条，啊，这70条非常重要，啊，我想明天呢，这个解答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印出来，这个分送给大家，一定要做啊，然后我们也跟佛一样啊，所有回向心。我们就会得净土了，啊，我们念佛才能得净土，啊，才能得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啊，才能够闻弥陀跟一切诸佛说法，啊，我们会得这个果报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个世间所有统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要知道啊，你要造作罪业的话，说你这个在这个世间轮回有苦报啊，永远没有止境。啊，你今生虽然在佛门里面听了一点佛法，跟佛结了个缘，一点善根，李老师讲过，啊，你还不能够避免。九缘界的轮回你没法子避免啊，聪明人要觉悟，要赶快回头啊。插图是我们的医报，当然说医报啊，就也包括了正报啊，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物质环境啊，
物质环境里有人死环境，啊，都是用这个插图包括了。啊，众会是属于人死环境。啊，我们聚集在一起的，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啊，善人少啊，恶人多啊。啊，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说，未尝不是一桩好事。啊，你会修行的，要学善财童子，立思立心的，啊，善人。顺境决定没有贪念，如果有贪念的心出不了轮回。要能放得下，儒家礼记上都给我们讲啊，安安而能迁的啊，两个安，第一个是心安，第二个是身安。啊，我在澳洲，啊，我们净宗学院很多同学去参观过，那个地方居住，学习，确确实实是《礼记》里面所讲的心安身安啊，我都得到了。为什么今天到香港来啊？香港的这个无论是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，那跟我澳洲不能相比为什么到这来了？啊，到这边来是想在《华严经》在这一边讲，这一边同学能得利益了，为了利要有情。身心安稳之处啊，也要舍弃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老师教的啊，所以同学们到图文巴来邀请我的时候，哎，我说你要知道啊，我在图文巴这是天堂啊。啊，我到香港来的时候，我下凡了。只要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众生有利益，啊，我们自己身心再安稳的环境，也应当要舍弃。古圣先贤教诲呀，要能迁呐，不可以留念呐，啊，逆境，恶缘。我们看到的就是，这是一切都不如意的，在这个修什么？修断嗔恚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修禅定波罗蜜啊，修持戒波罗蜜，修布施波罗蜜，六度齐修。啊，别人不守法，我守法，持戒。啊，别人不肯舍，我肯舍，我欢喜舍，乐意舍，给人做好样子。啊，别人不能忍，我能忍。别人懈怠散漫，我勇猛精进；别人心散乱，我的心专一。
啊，心专一就是禅定啊。啊，别人迷，我不迷，不迷就是般若。在哪里修啊？在生活里面修，在工作里面修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。啊，所以你会修啊，无论什么环境，都是菩萨学处啊，天堂是菩萨学处啊，恶鬼畜生地狱也是菩萨学处啊。啊，菩萨修什么呢？六度四学。啊，这是总纲领啊。六度四学就包括了八万四千法门，就包括了无量法门。啊，所以问题是你会不会？啊，如果要不会，哎，今年就有好处。如果要会呢，净缘无好处啊。啊，昆士兰那个地方跟香港就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所以问题在你会不会。那你要是真的会，你不天天读经学教，你怎么会？啊，会是什么？过佛菩萨的生活。不会呢？不会过凡夫的生活。啊，说的讲凡夫还好听一点。要说的不客气的话呢，过鬼畜生的生活。啊，这个我相信诸位同学，你只要心地稍微冷静一点，你就能观察到。现在人的生活，啊，鬼的生活是什么？贪嗔痴慢啊，自私自利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损人利己，这是过鬼畜生的生活。啊，人的生活呢，道德仁义啊，佛菩萨的生活。六度四学啊，你过哪一种生活？你要懂，懂要学，不学你怎么会懂啊？啊，真学真干，要把自己无始劫以来的毛病习气改掉啊！改掉是真功夫啊，是真修行啊！啊，头一个口业是最容易造的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啊讲这个善护三业，这是讲修行的基本法啊。修行最重要的纲领就是善业啊。你看，通常一般大小乘经讲十善业道的顺序，总是身三口四意三，身口意嘛。那无量寿经上排列的顺序颠倒了，他讲口身意啊，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，最容易造的口业。你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口业下手。啊，不要造口业。啊，话还没有出口，心里先想一想，该不该说。啊，你说了，你要负责任，因果责任呐。啊，所以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教给我们，头一个是。善护口业，你看，不计他过，这不就是跟六祖所说的一样吗？若真修道人嘛，不见他人过吗？啊，不要说别人过失，看到别人过失，
你要懂得回光返照。啊，别人是一面镜子，我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。啊，看到别人有过失，马上回头想一想，我有没有？啊，看到别人说别人的坏话，我立刻想到，我今天有没有说别人坏话？有没有批评别人的过失？哦，这就有长进了，你又会学了。啊，所以他把这个放在第一条。啊，第二句才善乎深业，不涉律也。啊，律是戒律，仪是威仪。啊，戒律跟威仪最根本的就是弟子规。啊，弟子规如果真的做到了，不涉律仪。啊，从弟子规才能够真正做到五戒十善。啊，没有弟子规的基础，五戒十善你做不到啊。啊，肯定犯戒，肯定造恶。啊，这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全心全力在提倡弟子规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不从根本修，没有成就。要成就，一定要从根本修。啊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那么比丘戒、菩萨戒是更高的。我不要求，为什么呢？古人都做不到，你要求现在人，那么太过分了。啊，那要求现在出家人呢？我只劝大家学沙弥律仪。啊，出家人呢，最基本的戒律。啊，如果不学沙弥律仪，那就是假出家人，不是真出家人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沙弥律仪是建立在弟子规十善业的基础上，如果没有前面，沙弥律仪做不到啊。啊，出家人学三样，在家人学两样啊，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真正是做圣之徒，做圣人的徒弟啊。所以这个众会啊，会是人事环境啊，人事环境有善缘有恶缘，刹土物质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，会呢统统都会修学啊，都能成就我们的道业啊。道业是什么？成就我们的弟子规，成就我们的十善业，成就我们的沙弥律仪。我在生活工作啊，这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学这个，这是功德了。以这个功德回向，那么我们将来得的刹土，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刹土是弥陀佛刹啊。我们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是跟那边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有一切啊，接触的大众纯净纯善，极乐世界真的是这样的。那你要问为什么？那是世尊为我们介绍的，弥陀在四十八愿给我们讲的
凡是生到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，圆证三不退呀、啊！圆证三不退呀、啊，就是圆教啊，七地以上啊，这还得了？诸位细细看看《偶业大师》的要解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缘如此的殊胜，啊，如果自己不知道珍惜，不晓得，不懂得学习，那真叫当面错过。啊，你要晓得，这个世界九法界无量无边刹土，多少罗汉菩萨想学这个法门没遇到啊，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以我们现前的例子来说，这个地球并不大，地球上的人口将近70亿，70亿人当中，你就想想几分之几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宗，比例太少了。这么少的比例是我们居然在其中，你就想想啊，你多幸运啊，你多令人羡慕啊！凡是遇到这个法门，善导大师讲得好，万修万人去啊，你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你是没修吧？啊，遇到了不修，你就不能去了。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无量寿经上净业三福，啊，不是无量寿经上就是这个善护三业，你就从这下手。善护三业就是弟子规，就是十善业道。善护意业清净不染，啊，这个业这个三句啊，12个字，就把弟子规、十善业道、三规五戒、沙弥律仪统统包括在其中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感得诸佛说法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教学得好学不好都没关系，到极乐世界再学啊。极乐世界的是真的，真佛在那说经，这个世界学的相似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